哥，咱们毛不小啊。少吧。一个不得十来斤呢？得有。十多斤，十多斤也有了。这脖子是真长啊。怎么样？有没有猜？嗯，这菜板不怕烤吗？没事，不要了，特菜板。在这是不是行哈？嗯。这就不要了这个。在凉啊，在上面聊。你要是不要了，那玩意儿这么冷啊？在上面聊自己劲儿啊？这是得劲，这个玩意儿整的去黑的，你干啥都能用了，这还能当垫子那啥呢？干啥垫子？破菜墩子。不要不要。大家好，我是二条，今天杀了几个鹅？一共是四个。带着毛的，用这玩意儿燎一燎，燎的焦黄的，把那个油给它燎出来，然后磕糖冻起来，冻起来冬天慢慢吃。哎呀妈呀，这咋整的这是？油啊！安娜，我刚才搁没气儿燎不行。这没磕糖，这怎么胆？这胆子呢？这香味儿飘老远了。这不能燎的像猪脑袋那是那么狠，不就燎到那样吗？能燎那样不燎的不大劲儿了、那皮儿都裂了，燎轻了那油出不来，难吃啊。这燎太狠了，那啥的没吃，不用燎太狠啊。看啊，对，算是燎到那份上就行。那油出不来啊？是，这不也往外跑吗？因为反正跟猪脑袋不一样。我寻思哥没气儿聊聊不行，他光冒油也不黑也不干啥的呀。我不行，竟然必须把这油烤出来，不烤出来不好吃。还是这玩意儿快呀。那是的。帮你玩吗？啊？挺有招是吧？我都羡慕我自己，都佩服我自己。你挺羡慕你的。我都羡慕我。夸了吧？其实燎到这样才行呢，燎裂味儿它。裂味儿了不好看了就。好看好吃就行呗，也不是看的这玩意儿。皮不整着了。那又不是学美去，看看样好不好看。爪子用不用燎？爪子不用。脑袋好好聊聊，嗯，就像有一层糊嘎巴了，嗯，脆皮儿了，脆皮鹅，脆皮烤鹅，这只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好玩吗？好玩。真淌油啊，淌油就对了，不淌油说明你烤青了。我在这排队呢。我说这鹅呀脖子是长的，鹅脖子是长，大脖子。鹅现在准备好了，酸菜怎么样？酸菜是早的，早了，完事儿了。完事儿，行吧。嗯，这玩意儿挺好使。好使。就专门燎这个用的呗。反正咱家买它就是专门燎个鸡、燎个鸭子、燎个猪啥的。盆儿小啊，吃这么大鹅一回吃半只就行。咱家哪回炖都是炖半只，一个真吃不了啊。这一个大鹅就得一锅，太对了，满满一大锅。啊，在外面磕开膛呗？在棚子里。行，那我端棚子里边呗。嗯。哎不行，这得好几十斤。那个。现在已经烤完了，给它开个膛冻上它，等到冬天前请大家吃酸菜炖大鹅。在这里面呗。